届嘞，已经拢差不多了。啊，有一个代志，我直接宣布以后吼，来改改，他都问迄个车牌。其实，台湾民政府，咱有一张公文，因为有人去甲咱检举啊，去向内政部检举啊，啊向总统府检举啊。我台湾民政府这个组织吼，这尼啊嚣张吼，啊你中央政府政府拢无对付法度，啊内政部开一张文啊，那张文吼，顶期我有发，啊这期吼。我想礼拜再来吧，因为发号令吼，你提出来，互人看，安较好。来，你想想，台湾民政府这个组织吼，伊讲不违法啦，无犯法啦，无违法啦。啊，所以，那无违法，你要加入台湾民政府搞问题，没有啦。啊，其实台湾民政府，他不管怎大，不违法，足出名。我是感觉讲不违反国际法。我坦白讲，是台湾文这本啊，这本吼、哦、是我为台美关系关键报告第一本，后来是美国军事政府下的台湾第二本，第三本就是台湾最终地位一二三，迄个台湾最终地位第三本就是。咱向美国提出报告，为电话里开始，甲国情法里判决的时阵哦，所有的文内底拢有，内底其中嘛有包括讲，我甲台湾讲，美国欠咱台湾一笔钱呢，这笔钱是400亿，我讲我400亿你是为谁来？啊，我白讲，我拢唔知影，伫迄本。台湾最终地位第三本内底，咱伫报美国个内底无写，因为内底，伊当阵台湾新政府个新主席陈诚，有向美国申请一个台湾重建基金，迄个阵是2.6亿，伊当阵算我唔知，但是美国个会计制度是讲每七年一澳，每七年一澳。澳甲今年为止拄啊400亿，就是这个钱。咱即摆台湾民政府哦，就美国讲诶，啊你莫发我重建基金，因为民政府伫去年7月初4日，伫你美国的协助之下，伫华盛顿 DC 设办公室。办公室迄钱，啥物人出嘞？咱在座各位有负担无？我嘛无负担嘞。咱所有酒店拢无人负担嘞。台北市个酒店你唔当负担无？无，无，对个。那奇怪，拢无人负担嘞。啊，迄个办公室为去年7月初4日到今日5月份安尼，啊，算上遮尔啊久啊，遮个个月，伫美国租是足贵个，而领事馆个铁库呢？啊，内底有秘书，有会议室，啊，钱上去。我卖讲你想怎样？9月初8日，迄一天，伫美国的世纪饭店、世纪酒店，因为中华民国伫10月初10日嘛是遐举行伊的国庆，同款的所在，同款的场所。美国替咱台湾民政府办一个酒会，180个人参加。我看你看板顶，你嘛有看到才对。美国国务院派人，国防部派人，国家安全会议派人 ，CIA 派人 ，FBI 司法部6个单位拢有派人。我有摕名片登来给我。为什么？因为咱过美国以后。最高法院将这个案子定案，但是咱台湾一寡英语读一半，讲定案就是驳回，定案不是叫做驳回。在咱台湾来讲，的司法制度叫做待审啊，等待审理啦。所以伫顶顶个月，美国的共和党的智库要求美国政府
伊讲法院这个案，林志新控告美国这个案应该重审。无定过在两个月以后，律师会甲通知，因为即摆政治的这个演变，真有可能要重审。在这个重审以前，美国的 CIA 国家安全会议拢密切去甲咱联络，包括马英九的新闻，四年前伫选的时阵，民进党喊足大声、足细声，马英九的新闻是绿卡还是光明？大家拢问几个有无？啊，有人去美国无？有无？无。后尾啊，三两去了无？哇！我拢行动呢。你莫讲多啊！你话，我著真正行动啊！啊，国内有拍法师无？有拍法师 ？CIA 嘛来找我。我甲你讲，马英九真正新闻是绿卡。伊摕着绿卡，畏罪离开美国，你知毋知？伊毋是正正式式离开美国，伊是走去加拿大的多伦多啊，为多伦多离开的啦。伊去向美国的法律旁啦，就是讲伫美国爱持着绿卡要两年半加一天啦。所以有一天，伊若总统无调，还是总统歪做，转去马上变做美国公民啦。这是真正的新闻。所以即摆立法呢？因中华民国立法呢，讲绿卡可以竞选，有这条啊，有啊，伊开始在讲这条。所以有当时我不爱攻击民进党，但是实在讲，有当民进党的做法，让人感觉怀疑。就是咱就实际上去行动。购买迄条，才会开钱。嘛是讲，咱这个东西。所以今日你讲，因为这个代志吼，有当时啊，我不爱讲代志，就是讲有美国政府有讲要给咱钱，有，我直接承认。而且伊这个钱要给咱偌济，我若讲吼，迄个数字你会听过。我哩烦恼的是讲，这个钱美国政府若拨给咱。我看吼，咱的民政府内底先冤家啦。你讲你笑呢？你感觉讲真好笑啊？但是有影呢，我讲实在呢。所以伫这个要冤家之前，我做足济防范的措施啦。就是讲，大家讲，啊，咱美国甲讲要甲咱斗三工，啊，政权奈无爱肯去交互咱。我即摆讲的话，你也听好清楚哦。美国政府甲我讲 ，OK， 马英九，我五分钟就甲载走。不过呢，恁台湾民政府准备好未？好未？安尼，马英九是变那个载走。有人敢问讲，马尼会选举无？我希望卖帅，但是变啊卖帅，你听好清楚哦，有可能卖帅，但是这个卖帅无一定是民政府啊美国所做的，我简单讲个啥，国会会演变，咱即马现主是民政府爱做的工作是啥物啊？你知无？咱的州政府的内阁，甲州政府的参议会要完整、要完全。美国政府现主席已经将咱台湾民政府应该发的身份证的样本，都拢已经给咱。问题是讲，咱的州政府的内阁。甲州政府的会，迄个参议会，也无多过半数，因为受训的人无够。每一班咱受训的这些人，名单拢爱报美国。
遐个是人较少，我咧看点袂出来。迄第二期是百外人呢 ，CIA 嘛坐伫内底，因咱袂当作假。所以有个人是讲，啊，伫遮上一个两哎三工两暝，安尼都有够嘛，都会改变的嘛？毋是，毋是这个意思。主要这是你讲，咱这台湾人对台湾这个土地忠诚度啦，忠诚啊，效忠啊，人家讲效忠，是这点的原因啊。所以每一个州的州长拢真拍拼，我嘛足清楚的。咱即摆你参加这训练，愈来迄个年龄啊，愈来愈严格，愈轻啊愈好。一顶期警察大学的博士生嘛，你参加政大博士生、台大博士生，即摆拢真侪这种。其实这个论述有真深哦，无啊，无真深。一算嘛无清，只不过是65年来，中国国民党用欺骗的方法，予咱台湾人想袂清楚。比如讲，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，你有听袂？你有听袂？但是你同款的话，你甲美国人何瑞莲他都是这，你若甲何瑞莲讲你是美国人，也是英国人，你甲你讲你笑，但是人甲你讲。你是台湾人，还是中国人？你点着？你讲对。你去外口去看卖啊，这种的台湾人看偌济条路？是你即摆来讲，咱这个论述伊会甲你相骂呢？那不是甲你相骂，就甲你讲，哎呦，你要死啊你啊！国民党甲你啊！啊所以，去甲咱检举的迄个拄好救到咱呢。明仔后日我会分互恁，内政部迄篇文啊，你摕了看。内政部讲阮不违法呢，啊不违法就好啊。啊，拄仔有人问讲，啊车牌，算讲目睭真巧啦吼，看到咱迄个相片，咱个相片顶端有写一个 USMG 的车牌有无？啊，迄个照敢不要紧。有一天，迄是第二期的啦。第二期的，迄、那个用迄个车牌去走高速公路啦，伫迄个对一站叫沙田，敢那是无心迄站啦，玻璃也无心迄站。啊，是敲甲敲电话给我啦，敲电话给我，甲我讲，秘书长，警察甲阮抓起来啦，会讲阮摕个 USB 迄个牌，安尼变嘛？哦，你唔免敲电话。你身躯顶敢是有迄个判决书？就是邦桥地院法院的判决书啦。我去摕我看，啊，你甲讲一句话就好啊。你警察若要走法院吼，你甲抓无要紧，因为有人本来就用 USMG 的车牌，你在北市走，去予邦桥地院法院甲抓去，后尾安怎？不起诉。我以前这种我看到啊，啊，果然无错。高的迄个高速公路看看了，遐警察团，走啦。啊，所以过十分钟了，我甲敲电话，啊，即摆安怎？诶，贵秘书长，你讲的搁对呢？我唔爱插啊。USMG，GCT， 台湾民建路。但是我不敢讲，你听我清楚哦。哎，这录音还敢录好啊？我不鼓励。我无你鼓励啊！我就讲讲一摆啊。我虽然来不鼓励，咱要向 USMG 夺权啊，唔是要向中华民国，卖制造咱甲中华民国去冲突啊。早晚伊这个权爱交出来，你何必要这样紧张要创啥呢？没有必要嘛。啊，所以有个人，我看了这种欢喜啊，哦，我要抗税，我要交税金嘛，我也了了关。因为伊即马是台湾 authority 呢，台湾的管理中央，伊爱服从伊的法律。伊叫你交税，
不管有合理无合理，现主席伊讲的是法律。所以话讲倒转来，这本册，我所有的册我拢无咧鼓励人买，但是这本我会鼓励你买，因为这本册含日本人都来得学啦。因为我头前是写北方四岛、独岛、神卡鲁的钓鱼台、台湾偏哦，啊，迄个南海，所以我发觉要解决一只呢。日本人来上课了后，甲我讲一句：，这么简单就当解决，阮拢唔知影。刷入去。咱四月二八伫东京的迄个会啊，日本人嘛甲我讲啊，日本的参议员讲的啊，包括咱即摆去找迄、那个，我甲恁讲一个消息，这嘛是因为伫转播袂当讲，日本的政府真悬的台籍的人要来访问咱，其实毋是干那安尼尔，咱已经伫这个所在，伫这个会馆接对接待过第三势力的国家两个国家。会代表来咱遮甲咱访问，咱有这个会馆真好，迄日本人看着嘛惊，不，恁个中华民国民进党嘛无安尼，敢若中国国民党有尔，咱嘛有安尼，啊后壁阁有一块土地七角，你有去行无？啊既然来啊，拢有人去行，拜托明仔载你较早起来哈。七点吃饭吼，上好你六点就起床啦，去后壁去洗一点，对你身体健康有帮助。这本册真贵啦，一千块，但是那十个人合起来买，一本才500块。啊，但是我是较希望讲，恁买的等于吼，送恁朋友。啊，送恁朋友。这么重是什么？有人讲有，诶，林姐，啊，你的车拢这么重，哦，全世界上最重的物件，这是车。逐摆哦，咱去摸这车，咱这，咱做了后壁拢皮工的，咱这皮工大家拢摸啊下，对车够重。这是什么啊？木头嘛，啊，这车本来是木材去做的，所以非常。啊，过来，而且我嘛爱鼓励你吼，买两支机啊。一支机啊，就是迄个第三支啦。第三支这支哦，这支叫什么机？这支就是美国占领台湾机啦。这支不是咱设计哦，这支什么人甲咱创的？这支是美国。国防部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在九月初八那一天，咱去遐办酒会时，要求咱做一支旗啊，而且搁送二十支予美国国防部，因为本来是这个七月初四美军啊入来内湖的时阵哦，这支旗啊要升起来。各位，我问你咧，你捌去 AIT 无？捌无？你捌去 AIT 的亚洲我看卖吼 ，AIT 的捌。啊，请你手放。你去 AIT 头前、后壁、内底拢全看到头，你有看到美国国旗无？无。有无？无。足奇怪，哪会无美国国旗？我跟你讲，美国已经正式甲咱答应，内湖成立的迄一天会升两个旗啊，一个旗啊美国国旗，搁一个这个旗。咱是甲看伊安尼做。无了结果。我看看，今麦无在吃饺，哦，今麦无在吃饺。啊，过来就是迄第二期，第二期是啥物期？你知唔知？台湾民进会。对。台湾民进会期啊，中迄个青啊，代表啥物？拄我开始出来时阵吼，哦，哪个你敢骂咧？你放掉嘛，敢骂？讲迄个共产党同款啊，迄林志兴接受共产党的钱啊。伊是迄个车是啥？美国啦，美军啦、啊！你看美军的吉普车的边啊，拢是飞机啦。啊，迄个六个车是啥物？啥物意思？美国甲咱设计六个州啦。谢谢。你的学正的过来。啊，这个圆
伊个是啥物话？粉粉。对啦，是粉粉。台湾是为日本分裂出来。啊，一寡嘴仔面就讲中国分裂出来，啊，干来甲甲你问讲，诶、欸，啊，你个祖先为谁来？我祖先为中国来，不是嘛？你问迄个阿伯啊，迄个何瑞元讲，啊，你祖先为谁来？伊甲讲英国，啊，是嘛？不是讲咱个祖先为中国人，我是中国人。No。迄种乌白讲啊，后面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代表，美国的 CIA 甲咱讲一句足清楚的，伊讲，你这个团体有一天会平一个英雄，伫全世界非常的有名，因为咱讲的是法律，即马全世界拢需要法律呢。你甲看美国人咧做代，恁边仔顶你有看迄个边仔顶伊安怎创？伊要甲拍就要甲拍呢。哎，恁人看讲咱伫遮呢，我阁讲一个秘密互恁听。即我每期我来记我就讲，2000年的时阵，阿扁也拄啊当选的时阵，中华民国的部队要叛变，我直接讲我负责呢，卫队卫光山部队要出来。美国马上甲李登辉讲：“讲你来动，你若无动，我美国要发射飞弹，将道路拢炸掉。”美国拢看得清清楚楚啦，卫星吼，每一条路非常的清楚啦。你若敢派部队出来，部队出来吼，伊用飞弹将遐路拢甲封锁。美国真强呢。兵仔讲是无武器，照道理来讲，伊遐人拢无侪武器，啊，伊要甲枪战。你若要严格来讲，磨砂，无武器啊，对啦。9113000人的人力。啊对，你讲，但是无经过审判。对啦，审判。你若要甲伊判刑哦，爱审判，咱听听法律就是安尼啊。我经过法律呢，咱有经过法律无？有啊。你法律在讲，台湾人无国籍，台湾人无国籍，成立咩政府？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炼狱，这无法法律有讲啊。所以咱今日因为生活伫政治炼狱内底，所以你美国政府帮忙台湾成立平民政府，合理的嘛？啊，这平民政府落来，再做民政府，为什么？因为美国讲伊的军事政府要入来台湾，然后伊要叫做台湾。啊，不，叫做美国军政府，咱配合伊，将迄个平甲提交，叫做台湾民政府。这就是像那种本来是叫做台湾平民政府，外面平嘛，印台湾平民政府，但是还未用完，那一摆，我一摆迄阵一摆印20盒哦，那好搞个啦，剩超一盒尔。用了我就要换做台湾民政。啊，所以有个人外口有个人唔知影。现在嘛，台湾现主席有成立三个平民政府，有诶，即个其他诶迄个台湾派吼，哦，爱成立平民政府，啊嘛成立平民政府呢，啊有效无？无效。安怎讲？伊拉克伫美国拍入去伊拉克，甲英国拍入去时阵，美国政府要求。伊替伊拉克设立伫华盛顿 D.C. 的伊拉克平民政府刷登去伊拉克，佮帮忙伊伫遐建立政权。今日美国军政府若入来，迄一天绝对会宣布讲，你伫 D.C. 的台湾民政府爱刷登来台湾，啊，刷登来台湾就是咱现主席伫受训者人来接手，啊，咱这准备好了没有？没有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所以，我甲咱的大家酒店拜托，啥物人拢要紧啦。李林，电视讲伊85，我你100岁嘛要紧，都一叮当就好啊。咱有这成员有受过训的，美国甲咱承认的，咱的政府就会承认啦。但是咱若承认以后，会记哦。袂使贪污哦，薪水绝对照现主席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5倍，但是若贪污，确实，
枪毙，枪毙，枪毙，你讲枪毙是你讲的，我同意。合理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咱有一个政策哦，我咱的总理带来回来啦，伊送迄个林正英哥哥去坐车啦，那是林正英哥哥。不行诶，迄面面我较无认真想。唐总伊也年轻诶，姓林啊，你想嘛怎？同诶，同工诶，同工诶。同工的啦，同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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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孙的。那民政府，那你接到权以后，我是要马上实施两个代志。第一个，18岁以上的查甫查某，由政府免费送一间厝给伊，免费。但是你若讲啊，你即摆已经有厝的免啦，歹势。那有厝的就无买在。因老爸有是因老爸代志，啊老爸袂当有超过两间，老爸老母有两间，然后第三间就是你爱送予恁后生，就是讲18岁以上查甫查某，政府送予你一间厝，未来会阁吹牙吐痰，钱位对来，土地位对来，土地真简单啦。中华民国的现主席以前迄土地还阁足侪啦，各位，几位在来？我讲一个代志，你就知影无？夏威夷，你捌去无？夏威夷的收入是啥物物件第一名？观光是无？是毋观光？是吼？唔对个。观光哦，只占夏威夷的收入的2%到3%尔尔，什么话是伊的收入的一半？军队，哎，什么军队？比夏威夷的港口、夏威夷的机场租予美军，遐爱钱呢？那是中华民国去甲你欺负，甲你占用机场，甲你占用海港，拢无予你自国保卫国家呢，保卫鬼啦！本来就是。政府要用这个土地，本来在付我们钱啊。提高，遐尔济港口，日本你要治无？这个做好哩。美国你要治无？苏联要治无？啥物人都要紧，钱好。安尼有钱无？足济钱啊！第二点，我想要做的是啥物代志？你知道？你想袂到？我要去东欧。遐、那個、金塔门的查甫查某，18岁到22岁，请因来台湾读书。啊，若含咱台湾人结婚，不管你是嫁还是娶，拢无要紧。政府，予你钱，搁送你厝咧住。你懂唔懂？加油，冰姐。对。边拍照边拍照，恁在座拢无机会啊，恁拢无机会啊。别做细路。别在。咱无分啊。我甲你讲。不过几年啊，中国人来台湾讲，台湾是中国的殖民，拢无共款的，面拢无共款的，面老外拢无共的，啊，拢讲英文啊，伊比作在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干脆甲你脱离开啦，啊，你讲好冇？好。恁袂当去抓，袂当去摇，我歹受。人恁两代啦，大家拢欢喜个。会啊，我哋一代当抓，当对啊，对。暗中啊。我甲你讲嘛，我是讲真，毋是讲假。台湾爱盖米，盖物件足多啦，好比讲农产品。你知影日本的米？日本的米吼？敢若食迄个米吼，毋免去配菜，迄米甜个呢。但是伊一公斤偌济钱啊？300块台币。台湾上界好个米，一公斤才有30块呢。200，即摆200。200。200。200。400。好，
我甲你讲，政府对这个农产品啊，爱十足的补助啦。哎，违反农具有吧？啊？这样会违反农具有？什么 WTO？WTO 咱加入是种台湾关税区，啊，让美国去创就好啊，咱插十年。本来就是安尼啊。我讲有一天哦，若搁再战争哦，你一碗饭换无一台电脑，电脑人即摆中国用俗的人工，会当甲你取代。咱爱发展哦，精致农业。有一天，咱即摆因为今日即个农业的物件卖未出，毋是真正卖未出呢，是迄个农会你甲你控制。伊家己个人也无饱哦，伊拢不爱甲你创。农会取消啦，水利会取消啦。台湾迄彻底革命啦，我讲较歹，刚刚变嘛无需要。台湾有迄做电做零九零九啊。哦。但是吼，各位，咱受份卖讲伤多，袂容易吼，因此因遐个人会惊伊。利益团体。对，咱现主席咧内阁，州政府的内阁参议，州政府的参议会唔免选举，我估计应该是九年，就是两届唔免选。啊，台湾人遮尔爱选，咱开放众议互伊选。你台湾人爱选嘛，我互你选啊。但是要选的以前。台湾公民法案真清楚，必将流氓与台湾的中国人和台湾人拆开。这個、公民法案是美国因温准的哦。总统美国有经过三摆甲咱审定哦，尤其第一摆，伊讲一句话哦。伊讲，若照安尼甲你看，你这个流氓在台湾的中国人，你马上回台湾的身份证哦，安尼未使呢？啊！若安尼时阵，流亡的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就会当就地合法变作台湾民政府啊！嘿，讲得有理啊！那个中央八七委员会马上修改。过来，讲到台湾民政府，我甲你讲，台湾民政府这个组织是合法的原因在倒。战争以后，占领者除了着军事政府以后，以外，伊一定要负责协助当地老百姓成立民政府。中华民国有安尼做无？有，你莫搞冤枉。中华民国伊是做啥？拄仔开始伊创一个叫做台湾警备总司令部，这就军政府。佮创一个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这就是民政府。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因为1947年2月28日发生屠杀事件，美国政府改编以后，伊改当变作过无几个月，改变作台湾县政府。然后李登辉唔知影这个代志，所以迄当阵伊讲，伊要废省，有无？后摆有废无？无。变作啥？动省。原因是啥？美国出兵。比如等一下，李登辉的企图就是要将中华民国就地合法，所以比如等一下，不可以，你上帝当动手，你袂当废手，所以台湾新政府到今日为止，还佫伫咧，台湾新政府还佫有新主席呢，林正泽新接的。以前的首长。至于警备总司令部，后壁伫改良的时阵啊，这个单位才无去。所以，坦白讲吼，中华民国伫美国的教导之下有做，台湾人唔知影哩。但是，咱这个研究以后，咱拢做清楚。所以美国嘛，感觉讲咱这个团体非常厉害啊！伊讲哦，咱这个团体这个地方哦，分有几啊百个，
研究到这么样子。我不敢讲一个啦。用你的功劳去啊。我讲是，不是我的功劳，这足多人的功劳。我甲你，我嘛爱其他坦白讲，我这资料为着来，你敢袂去想吗？解密资料。你敢袂去想讲，我这资料为着来？解密资料。了，美国政府有关单位提供。哦。我唔知影。反正就是有人提供，但是提供哦，他咪讲哦，麻烦是讲你两天就解决，迄种冤魂呢，一摆提供拢几啊千页呢，你唔相信？你若看这个几啊千页，你看到目睭会破空。你去大学，咱都拢读过大学嘛，你读大学，你读几篇的冤魂呢？这冤魂呢？啊，而且这个见证嘛是真深的，什么叫做见证嘛？过来。什么是见证观？哦，听到一半讲见证观，见证啊，什么是见证观？海牙第四公约、日内瓦和平公约、红十字会总章程内底有关见证的部分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，啊，这个也做，我来就是美国的这个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三千几条。条文是写伫遐，你就爱将遮个物件拢甲创个清楚，无简单嘞。我真正是差不多头前个两三年吼，无眠无日伫读遮，读到差不多我才落去选高雄市个市长。我选市长，其实我毋是要调个，我都甲大家讲，因为我伫选市长个时阵，我个选票拢伫底，伫屏东市个，因为广播电台伫屏东个。所以屏东的支持者有够侪啦，逐摆来去游行吼，迄阵咱台中黄俊仁看到会惊嘞，我游行的队伍有够长嘞，但拢无选票，因为我都未必要选票，我主要是要让台湾人知影，利用选举会当上电视，会当讲，我伫选举时所讲的，我相信迄阵有伫听的人，大家嘛嘴也开开。迄阵阵诶，大部分诶人啊，拢无去上。但是到今日来，无共款诶。咱今日伫全台湾，我所了解差不多6万名啊。咱登记有伫咱迄记录有伫咱诶内底，差六万名。但是我相信即个6万名会愈来愈侪，因为所谓论述。无法度含咱这个论述啦，来抵抗。你唔相信，不管什么派啦，讲什么理论啦，含咱来拄着吼，拢变作大人对囡仔，对幼儿园啦。所以呢，有真济，咱嘛是爱尊重遐大脑啦，哦，台湾派的大脑爱甲尊重，因为有因。今日咱只有这个论述，会当背起来。若无因，咱嘛无法度起来。但是因这个大脑，嘛爱家己知影讲，啥物会对台湾有利？啊，若对台湾有利的，因爱放弃已经唔对的论述来赚钱来，你讲对不对？对。这就是。今日我定定嘛，你含咱所有支持者讲，咱无要甲批评，但是咱爱甲伊讲，什么话是对的，什么话是唔对的。卖讲台湾慢慢演变为民主，慢慢变，演变为独立，民主独立的国家，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世界上无一个慢慢演变。那有迄个慢慢演变，所以有真侪代志吼。即摆因为以前伊无研究，伊毋知，但是即摆有研究，咱已经非常的清楚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鼓励咱这少年呢，爱去主动去网顶，阿人战斗 ，Facebook， 咱即摆 Facebook 一大群的人呢。
拢安尼一字只。尤其是咱伫遮上过咱的课的，个个拢已经是正常。我讲恁若有拄着问题，即个你去变，绝对有，绝对会当来变，绝对可以，无话讲。啊，无话讲到落尾啊，歹讲什么台湾即款话歹讲。咱常常甲伊讲，平平拢是台湾人，爱搞起咱的环境。因为讲较白，现准时，咱台湾需要人才。所有毋是咱的敌人，就是拢是咱的朋友，好朋友。虽然意见无共款，咱嘛爱甲接受。台湾这块土地，你知影哪阵民政府设立的时阵无？需要偌济人，你知无？上最基本的，上最基本的，爱偌济人，你知无？四千个。什么公营事业啦吼，地方的首长啦，这加加的，我甲算了，只要四千个。各位，咱民政府敢有受过训的，敢有四千个？无啊。咱真正无四千，所以咱还阁欠。若照头拄啊，咱的总理伫甲咱讲，受过训的，即摆两百几个，啊，到即期阁加加的，明仔载后日加加的，我估计差不多270、280。啊，上届基本我甲算了，上届基本超过700个甲800。啊，一半。有，因为。我免门槛，就是我甲你讲啦吼。州政府内底的州的迄个参议会吼，319个乡镇，佮加上15个原住民啊，所以这参议会内底的参议员吼，大概319+15，334个，334个，大概一半佫加一个。啊，过来州政府。咱的这个也做中央内底有33个，州政府的搭配6个州，安尼就要200几个。最上个基本的，啊，搁这个国务委员、国策委员，大概我估计差个700-800。所以美国一直甲我讲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一直我都甲回答。当然啦，拄仔好，咱每一摆去受训，拢拄仔拄着代志嘞。即便是拄着迄个母亲节啦，后期是第六届是6月20、21、22啦。啊，毋然佫啥物节我嘛毋知影。但是迄个6月20，迄个我会做。端午节拄拄仔好啊。前第二节到日本。真准嘞！真准嘞！咱2礼拜一期啊，啊，毋是讲。你受训了，你就唔通来啊！每摆去受训的上尾一时间，一礼拜，拢欢迎恁倒转来。因为恁倒转来的时阵，上尾一时间的下晡时，我拢有一个国际分析，啊，迄个时事，就是经过这2礼拜，伊迄个内底，咱会当发生的代，甲美国的接触，我伫迄间我会讲。所以就是讲，咱每摆受训以后的迄个礼拜，10点左右，欢迎恁拢倒转来，过来听上届新的进度。啊，所以你卖一直卖，家己感觉讲我年纪太大，对，你们没有年纪太大。你只要你若观念清楚，我讲一个秘密，6月份。美国的政府已经甲咱通知，要和咱民政府的代表面对面讲。6月份，要去几讲？要去 DC？ 会进去讲无？未。要安排因的休闲时间，不期而遇。这是政治上的文章。咱会派3个到5个代表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情形的之下，一定会跟你问讲，您准备好？我是来听讲，您准备我愈听，下底愈冷。
因为确实都还阁欠，啊嘛未当无未叫呢。上界惊是惊啥？坐落来，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，会了，会了。台湾有主权独立无？无嘛，台湾主权还阁伫别人个手头啦。是安怎？证书嘛，互人占领着嘛。暂时主权爱互人，互占领人保管。美国甲咱讲，你要分，伫台湾哦，两种人，会记哩吼。我甲恁讲，一种叫做占领者，一种叫做被占领者。咱是啥物人？被占领者对。啊，若无撇去哦，无补偿，这种的叫啥？对，伊是被占领者。也是。演变做占领者，所以伊后摆有忠诚的问题，身份证要领的问题。安尼就冤枉啦！啊，所以你占领者甲被占领者合起来，你选总统，你选什么总统？你选什么总统？占领者甲被占领者两个合起来，选什么总统？假嘛！所以中华民国的总统，所以美国人、全世界人拢讲，你台湾人啊，他个歹个啦，戆戆戆啦。你听清楚啊！你想看咩吼？地球世界内啥物人轰炸台湾？美军。最伫迄个时阵，台湾人个敌人是毋是美国啦？是啦。啊，美国人和中华民国是同盟国，对不对？啊，既然是同盟国，美国人是台湾人个敌人，所以中华民国是台湾人个敌人嘛？啊，你今日提个，无我你第一台个对，我是中华民国。所以因为安尼，我无护照，所以美国讲几啊摆，我无免去，我后面有护照，因为我无护照，因为我唔是中华民国的国民，所以我没有护照，所以包括酒会我拢无去，包括这边要谈判，我讲我无法度去，啊无你来啊，死老瑞你来。各位，这个愿望早总有一天一定会完成啦。我会替大家人来完成这个愿望啦。啊，你讲好唔好？好。起。谢谢老师好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明天早上请早。啊，各位，这个宿舍哈。这个会当洗身躯拢有烧水吼，啊那迄个所在烧水有问题。